你好，李先生，我们这边是好家地产，关于您要卖房子的事情，我们想再不好意思，我现在不方便接电话，晚点给您回啊。你要卖房子呀？我是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爸爸爱豆的，肯定需要入股资金呀。那万一雅妮姐不同意签约的话，爸爸爱德不仅会失去郑雅轩，还会失去和奥可的合作。那你怎么办啊？最多失去套房子呗。你说什么呢？这怎么可能啊？这可是你辛辛苦苦在上海打拼来的。我再去找吴总监谈一次。你别去，和他谈几次结果都是一样的。我们不试一试怎么知道呢？我说了，不可能，那就是不可能。咱们这不是还没试呢吗？凡事我们都要试一试的，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。好了，我的事你别再管了。停车。李轩，刚才我去哪儿？李轩，我的事也不用你管。还是你厉害啊，之前一直针对我们市场部，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市场部的总监。人都是会变的，当年不可一世的李总监，现在不也摇身一变成了另一个徐贵人了吗？还有，我想纠正你一下，是我们市场部，你现在是奥可的乙方。纠正的对。今天我约你出来，除了叙旧之外，还想跟你聊聊合同。叙旧就免了吧，咱们俩之间没什么旧可叙的。不过合同吧，可以再议。谢了。谢我就不必了吧。不过我觉得你倒是可以去谢谢我那个助理，他看人的眼光还可以啊。走了。哦，对了，李泽南，你之前可是周总的心腹啊，为什么要离开奥可？你刚不是说了吗？人都是会变的。李璇。你走那么快干嘛？等等我了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不会还生气吧？哎呦，我错了。错哪了？哪都错了。你让我想想，我错在我太自大，太固执，我不应该不听你的话，啊？还有呢？还有。从今往后，遇到任何事情，我一定虚心听取你的意见，和你商量，绝对不会自己一个人做决定。你别生气了，你一生气我就紧张。这次就原谅我吗？啊？那好吧，这次就原谅你了，男朋友。什么？你刚刚说什么？哎，没听清，算了，我不说了。哎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是你的什么啊？你是我的。乙方。乙方，只是乙方而已吗？
尝尝。什么呀？红汤糍粑，我妈上次来的时候拿的。我洗个手。哎，张嘴。属狗的是不是？好吃吗？还挺好吃的。到时候去四川好好尝尝呀。你去我老家，你得经过我同意。那女朋友大人同意吗？到时候再说吧。你房子卖了吗？还没呢，不过明天中介会带一个意向很大的客人过来看，所以我就把酒柜先擦一下。你房子卖了之后你住哪儿？别担心了，我已经让中介去帮我找房子了。这样吧，你要房子卖了之后你就住我那儿吧，你本来钱都投在爸爸爱德了，租房子又会是一笔很大的开销，这样还能省钱，而且这房子本来就是你的，对吧？况且你要是搬走了，我想你了怎么办？你要想我了，我就来看你啊。那怎么能行呢？你害怕什么呀？我们是住一起，又不是睡一起，我还能把你吃了呀？我又不是属狗的。脑袋瓜里正在想什么呢？这件事情就这么决定了，我是甲方，听我的。啊，好，听蒋峰的。老徐，来，快点，欢迎，先放这。曾丹，这是你的工位啊，天宇到时候你坐那儿啊，有什么需要跟我说。来，大家过来。过来！隆重为大家介绍，我们巴巴爱德的新任首席广告设计师李泽南先生。那李首席呢？这不李首席吗？那个李首席。那个啊，我媳妇儿啊，我媳妇儿的主要任务现在就是安心养胎啊。泽南这次来呢，同时也作为我们公司的合伙人，以后要跟我一起管理公司的大大小小的事务。但同时也是我们巴巴爱德的首席广告设计师，啊。虽然之前我是你们的甲方，但其实我也是个特别优秀的设计师。今后就要在一起战斗了，不管怎么样，今后就拜托了。好，从此我们就是一丘之貉了。毛天宇啊，也是大家的老相识了。这次呢跟泽南一起加入我们巴巴爱德大家庭啊，咱们公司不是少一个行政主管吗？就由天宇来担任啊。那个以后啊多多关照了。那个你们的早餐我包了。那个鼓掌。热情一点，肯定是晴天霹雳给他们劈懵了。这样我给他们捋一下来龙去脉啊，你们先收拾，有需要叫我啊。好嘞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我先收拾啊。妈呀，我是想给你们个惊喜啊。这不是首席这个位置空缺了吗？他正好从那边离职了，还是想做设计，带资进咱们公司。哦，带资了，就苦了。以后就来我们这儿了。对。但是呢，我还是一把手。体育你注意啊，就没事，这个你放心啊。运筹帷幄之上，决胜千里之外。哎，李首席，你有法回来吗？这里。就是重新开始的地方了。吴总好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工作呀。胡雅宁那边已经搞定了，我是吴总您的助理，当然得回来服务您呀。那你也没必要这样。你吴总您的良苦用心我都明白，您不给我安排工位就是想要我留在您身边手把手的教我呀，这点委屈啊不算什么的。现在是你委屈还是我委屈啊？
这是我来上海之后买的第一套房子，从来没有想过会把它卖了，还是为了自己的梦想。没关系，等我们有钱了再把它买回来。